艾玛，到点睡觉了。老爸，我要再给你做父亲节礼物了。哦，你真的太乖了。虽然他母亲生他时难产没保住，但是女儿能健康成长真是太好了。艾玛在学校表现很好啊。是吗？感谢老师。她学习积极而且勇敢，上次教室进了蜜蜂，其他小朋友都在躲，就她用杯子抓住放生了。我为她感到骄傲。学校准备评最佳优秀学生，看来是你女儿了。艾玛，今天老师夸奖你了。啊，是吗？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呢。很好，谦虚使人进步。那老爸，我去做作业啦。哼，谦虚个屁，我这么优秀，最佳当然是我。老爸给我买了法国香水，好不好闻呀？好香啊，你爸对你真好。还行吧，我爸还在意大利带回一个包包，明天带来给你们看。奇怪，我看到他放这儿的呀，看看这儿有没有。很好，找到了。哎，午休时间，艾玛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没干嘛。嗯，你身上怎么有薇拉香水的味道？你拿了它的吗？哦，是的，他叫我拿给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拿完就去收拾哦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记住要做个好孩子哦。气死我了，奖牌居然给我同桌了。没关系的，下次努力就好了。老师他说过我会是最佳优秀学生的。别生气了啊，下次肯定会有的。凭什么？幸运儿又笨又是胆小鬼。艾玛，不可以这样哦。对不起爸爸，我只是太失望了，不会再这样了。那就好。那我乖乖的去睡觉了哦。艾玛，不是说来这玩吗？我们去坐过山车吧。我想看你的奖牌，你拿来了没有呀？拿来了哦，很厉害吧？最佳优秀学生。奖牌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是老师颁给我的。行，我书包里带了蛇过来，不给我就撒你身上。不要，我怕。啊！艾玛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同桌出事了，还在医院昏迷，担心你为此感到伤心。不会啊，今天挺开心的。开心？行吧，我出去买菜了。嘿，好的哦。笑得不够单纯，等会儿练练。